シャカム、モルオディ、ガメルメメンネ。オストモーター、トゥーコーロヒグリジ、ノルボラキプロノッタ。哎，大家好，这是 Phoenix 为大家带来 Monster Hunter Stories 的游戏试玩视频。哎，这个游戏呢，虽然说是目前它是一个 demo 的试玩，但是在游戏一开始我进游戏的时候，它是实际上是提醒我啊，说是你在 demo 中的存档是等这个游戏，我现在玩的是美版，等于是等美版正式发售的时候，哎，你是可以用这个试玩的存档的了。所以说虽然是一个试玩的 demo， 但是我觉得我可能要是跟其他的 demo 可能要稍微的不同的对待一下吧。我估计呢可能就是按照一个正式的游戏来玩，毕竟到时候是可以继承我等于是这个 demo 里面的存档，所以说也是稍微的提醒一下自己，希望到时候等于是不要因为是一个 demo 就是草草的对待，可能是初期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呢，还是我觉得就是稍微的认真对待点，哎，仔细探索地图，然后一些战斗方面也是尽量的多去学习一下什么的。这样开始之前我还是想先，我觉得先废话两个地方吧。一个呢是这边我玩的是美版游戏的，官方是应该是支持欧美版跟日本版，中文版是不支持的，所以说我就是没有中文可以选了。这个游戏我的理解应该它是比较偏向于就是可能是大众口味一个东西，所以说它的这边的英文呢应该不是特别的复杂。
所以说我就不去怎么翻译了，应该是会很简单，大家是都能，大部分人应该是都能看得懂。总之是这么一个样子，先跟大家提醒一下。另外呢，是我游戏或者说我个人的我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风格 style 什么的嘛。可能我会打起来会比较多的犯二、发呆、啰嗦之类的一些东西，可能有些人不太喜欢。但是呢，我前一阵子好像是录了，我是在 YouTube 在更新视频，我发现好像那边我更新了2000多视频。总之这2000多视频我都是一样的相同的一个风格，这边你再让我改的话我也是改不过来。所以说也是跟大家提醒一下，基本上大家注意一下，如果说不太适合我这个风格的话呢，还是请选择性观看之类的。基本上废话就这么多，我们直接开始游戏吧。这边游戏有配音啊，但是好像还是延续了以往怪物猎人的一个传统，就是听不懂，或者是一个很神奇的语言。莉莉亚，奥利奥利诺，倒是莉莉亚倒是一个原文啊，说。リターの攻撃したアスティモータボーね、アティメリテモータボー。ヘロスアスティ。モーターティミカチミル。就好像是有些配文配音是我日文也不是好，但是就是日文不是很好，但是感觉听着有些发音是很像日文啊。说我们是明年就要成为一个 rider 了，是吧？他说好像说是我们在现在在找蛋，说如果是找到了蛋的话呢，说是就是直接吹口哨，应该是把我们的同伙叫过去，叫。等于是现在是应该是可以直接操控了。这样基本上游戏一开始是提到了，好像游戏一开始提到了，就是说是好像是有，就是提到我们的 rider， 说之前好像是有一个类似于这个英雄嘛，他是骑着好像是白龙啊，是把这些提到了一个 blight， 是一些疾病或者什么东西。我的感觉上有点像是
这边 有点像是像之前的那个版本叫什么天毁龙应该是吧，这边可以这等于是四代天毁龙，但是感觉上天毁龙它 自身就是一个病毒的一个制造者，有点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这边也是看到了感觉上疑似是病毒的东西，倒是我们是没有什么注意。我感觉上在绿油油的森林中有一堆紫了吧唧的东西，还是非常非常的奇怪。这边游戏中我刚才是在自己在进行操作，好像这边草丛中移动速度是比较慢，在普通草地中就平地中移动速度是比较快。嗯，我在尝试其他按键，好像是没有奔跑键，然后叉键好像是可以打开这边它的菜单，它叫 Camp Menu， 不太清楚是什么。我看一下它的一些选项，声音选项这边我是之前是没有录过，不太清楚声音怎么样，我觉得就先默认声音吧。这边的视野选项可以用 LR 去变换摄像机，等于就用 LR 是去重置摄像机。我这边是由于是我在用手柄玩，所以说我是在用十字键在控制摄像机，所以说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这边是摄像机的视角，好像是会进行反转，我觉得是没有什么用。这边摄像机的速度，刚才我是觉得速度比较慢，它有一个 tracking 是跟踪，我不太清楚这是跟要跟什么。我觉得先把这个跟踪开开吧。现在摄像机视角，我觉得是比较快了。但这边的跟踪我是不太清楚，它指的要跟什么，先不管了。这边好像是一个采集东西，个染色果。倒是这个游戏中的音效倒是沿用了《怪物猎人》中的音效啊，是比较有意思。这边可以采集，又一个染色果，一个草药。不好意思啊，我这边也是，我下意识的在移动中也是摁住了 R 键在尝试奔跑，但好像是没有什么用。一个蜂蜜。这边，嗨，他说这边没有蛋啊，但没有蛋的话，不代表的是没有其他的可以采集的东西。我们去过去讲，是一个蜂蜜跟一个蘑菇。那边哎，三个蜂蜜，这看着像一个麻痹蘑菇，是一个蓝蘑菇啊？为什么蘑菇看着是黄色的？你还有话要说吗？好，那是没有话要说了，都是重复的。哎，好像是有人吹口哨了，说是莉莉亚的他的信号，这个能踩吗？好像是可以踩啊，给了个兽骨。好在这个游戏是有地图啊，要是没有，我刚才是没有看地图的话，好像我是会把这边这个可以踩的这个东西给 miss 掉。这个应该是一个粘着草，总之是和染色球那个东西。这回是一个蓝色的蘑菇，一个精选蘑菇，可以还是游戏中没法开菜单。这边我是哎，好像人物可以蹲啊，但是没法翻滚。我刚才是按了。这是 B 键在尝试翻滚，但是没有翻滚，但是倒是你站立的时候是可以蹲下。
小说好像是我们是要不太清楚这个蛋是什么的蛋啊，所以说是想尝试要给它孵出来，但是呢这边说是你要孵的话需要是成为一个，就是需要是一个 rider， 就是有一个需要这边一个 kingship 的一个石头。这是什么意思？说是我们要变成一个 rider， 直接从地上捡了几块石头，说要进行仪式。Animal。说这个仪式啊，说是下一步是需要去进行，就是进行一个自我介绍，说是要介绍我们的名字。这个比较有意思啊，游戏也是，其实发现现在游戏的就是人物创建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它是经常，总之最近我玩的一些游戏我经常会发现的是人物的创建会融入到，就是会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游戏的，相当于是它的一个剧情当中，而不像是原来的，等于是就是你在游戏开始之前是需要去直接创建一个人物，这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做法。这是什么 ？Goggle Eyes， 将人物创建。这是什么眼睛？它这边形容是 pretty 啊，我是不太清楚是为什么。comic book， 这样等于是绕了一圈，应该是又绕回来了。我感觉上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特别，只是特别感兴趣的东西啊。我觉得就是还是默认的眼睛吧，可能是最看着算是，我是看着最习惯的。这边可以自己选颜色吗？可以自己选颜色。可以在触屏上点吗？可以在触屏上点啊，比较有意思。这样，我喜欢这个颜色。嘴巴，什么？大嘴跟小嘴感觉上没有什么区别。飞脸，这什么猫嘴？还有虎牙。好像嘴是没有什么选择，就来个猫嘴吧，挺有意思的。头发，哎，好像是摁错了啊。哇、哦，怎么旋转的？好像要这么旋转。一开始头发是什么？应该是这个吧 ，long bright， 应该是这个头发。我们转一圈。Short and cool 还比较有意思。这叫 tribal hair 吗？有点，我是不太清楚跟 tribal 有什么关系。
个，这应该是短的马尾还是这个才，我发现这边、哎、游戏中的头发的，这算是物理效果吗？做的 也算是做的，不能说是很真实吧， 也不能说是，当然这个总之是做出来了。虽然是一个就是一个 3DS 游戏，但是它 也算是感觉上是做的比较细心吧，肯定是有物理效果，感觉上还挺有意思的。嗯，游戏可以缩放吗？这个头发太长了，看不见下边什么样子。这是个卷发。这是一个长马尾，这是一个什么 ？Simple ponytail。还有 Messy 的。这应该是又绕了一圈又绕回来。嗯，我不太清楚大家觉得什么样子。我是觉得，嗯，觉得头发太长，可能到时候也看不太出来啊。可以换颜色，我觉得先把颜色换上吧。看一下，哇，好蓝呀、啊！用什么颜色呢？其实感觉也是有点奇怪，这个游戏平常怪物猎人感觉就是它的画风可以说是没有这么 Q 吧，就是这个 story 的感觉上画风就是太动画化了，感觉上也是有点不太清楚该选什么样的发色。平常的话，一般我的习惯发色在这个就是目前这个画风上来看，感觉上有点奇怪，所以说是不太清楚。嗯，就是来个白色的白发魔女。刚才是一直选的这个发色，觉得就先这个样子吧。别的，这还有第二个颜色，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暂时这个样子，然后声音，声音的话，预览是这个。我问清楚大家什么选择，就是什么想法。感觉上声音一更加的就是像传统怪物猎人的声音一样，二感觉上有点像 Cross 里的一些比较就是一些声音，三的话感觉是更加的 Q 一些嘛，或者更加的动画化一些。我觉得就选这个吧，可能跟这个游戏的画风更像一些。这边是还有 makeup 是好像、啊、是有些类似是一些纹身之类的一些特殊装饰效果啊。你是输入名字，输入一个名字跟生成一个名字。刚才好像是 Sophia Sam。
这些名字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我不太清楚。哇，这名字为什么是红色的？这就还是，就是我是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啊，就还是输入自己的名字就好了。好有意思啊！这个配音也是，应该不是日文的配音，但是有些发音还是跟日本有些联系，好有意思。这好像我们的仪式是，哎，失败了吗？说是这个什么天空的王者，这是熊火龙。说是我们真的给他孵化了，我是怀疑这是我们孵的，还是说他好像是正好刚孵出来。说是 Rasa，我在想，应该刚才的发音是 Leos，应该是日文熊火龙的，就是它的，它应该是它就是日文熊火龙的名字，应该是前几个音。然后这边的 Rasa 应该是英文，就是英文版熊火龙，它前边几个单词，等于是应该就是可能是类似于这个简称吧，它应该是这边好像 Leo Leos 是吗？Leo Leos 应该是熊火龙名字，然后他说是 Leos，等于是一个简称。像这个叫，就是怎么说，我们是把这个熊火龙给收服了吗？还是一个什么样子？哈库姆 Village。不好意思啊，刚才的这个过场动画中，好像一些 NPC 好像是在突然是刷出来的。我有，哎，刚刚我有看错，我怎么感觉看好像后边有一些类似于是假人一样的奇怪的东西在存在着？可能是我看错了吧？这应该是游戏的教学啊，说是就是推进剧情。这边是你目标的，应该是标记。这边是跟一些应该是这叫做 NPC 一些对话吧，你是脑袋上带着对话标记的人物，这个也是比较重要。说红色的是能真是推进剧情，然后黄色呢是总之有一些话要说。这个应该是4代吧，我有点记不清楚3代之前会不会出现红色的对话标志啊？4代时候我应该是会出现这个红色的标志。
这样是把这个教学关掉，是可以之后是可以在我们等是 Rider 的他的笔记中是可以继续查看。这样看一下，这边是先哎，好多不需要摁 A 啊，直接走过去就自动触发对话了。这边是指的这个我们的雄火龙宝宝还没法飞呢。这很大吗？感觉上雄火龙在怪猎人中打的应该是特别特别大，这只我倒是感觉上非常小了。说实话，是我们打破了等于是 Rider 算是他的规矩吧，是不让，应该好像是不让进入这个森林啊，但是好像我们还是进去了，好像是去找蛋，这是被发现了吗？说接下来呢是让我们去，这应该是村长欧娜，他的等于是去跟他去见面。那也是确实现在感觉也是挺危险的，是这边是发现了一个雄火龙的蛋啊，等于是要说是刚才说是真正的雄火龙要是出现的话，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像这边杨酷酷你好。好可爱啊，才发现我是有哎，好像是现在由于剧情关系啊，是不能乱逛，真是好有意思啊。这边可以看这个远处，我现在屏幕正中间的远处那个人，他的 NPC 是一个像是一个假人一样，好像走近的话才会读出来。可能这个游戏也是可能毕竟是 3DS， 我猜可能是机能不是特别好吧，是为了去节省一下它的就是机能受限，所以说是采用了这么一个模式。这边好像是没有什么东西啊，我觉得直接是朝这应该是村长，找村长去对话。这边我觉得这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东西，我可能想解释一下，就是说是之前是从来没有人是等于是跟这些怪物是等于是就是产生了一个就是在没有这个 Kingship Stone 它的等于是帮助下，等于是产生了 bond， 这个叫是什么，就是关联，或者是产生了比较深的一个联系，是联系在了一起。还是说我们之前在捡的那几块破石头是一个等于是实际上是真正的石头呢？这可能解释说是我们是可能是孩子，就是一个叫什么纯真的心嘛，可能是这么一个原因。是说是有怪物，
quiet, please.存个档，我可能一开始说是感觉像这个游戏可能是比较卡通、比较 Q 那种，但没想到一上来剧情，感觉上好像有点黑暗啊！哇，直接是一年以后。那是一个彩鸟的风车吗？还是什么信标？一年后，这等于说是一年后，等于是被驯龙袭击后，一年后等于是我们应该是重建了家园，然后今天呢，应该是我们等于是激活。就好像是我们是成为 Rider 他们就是这天的一个这个仪式的当天啊，这边对个话，介绍了一下期间算是发生是一些事情，是我们的，这是 Lilia 吗？等于是这是说是今天是我们，就是我们自己是会成为一个 Rider， 然后我们的算是小伙伴们嘛，他们已经是成为了 Rider 吗？还是什么样子？说是让我们在就是村长好像是在叫仪式大厅嘛，可以那么说吗？是在那边在等我啊。下边的感觉这个小地图好像有点卡似的，这是怎么走呢？好像还是没有其他的选项可以选哈。倒是这边倒是看有1000块钱在，是往北边走，但这个北边没有路啊，是从前面能绕过去吗？好像是能从那边这个瀑布后边的，这是水帘洞吗？哎，鹿猫你好。另外，我也是没有特别仔细探索这个村庄，我觉得可能应该不是特别重要，之后啥还可以是继续的去探索。我不太清楚会不会有。就比如说你是走到一些比较就是长着他的那个小伙伴的坟墓，他母亲的坟墓，目前要是没有看见，就是你可能是走到一些地方，可能有些隐藏的箱子或者是东西可以捡什么的，目前是没有看见，所以就先去推进剧情吧。
lemon 来鱼。但这里是游戏介绍了一些相当于我觉得是类似于是比较重要的一些词吧。平常在怪物猎人中应该是所有的怪物都叫就是 都叫怪物，但这边是叫 Monster， 这可能是相当于是跟我们就是 Rider 应该是就是结成了就是的有关联，应该是这么一个就是等于是它的算是不能叫宠物吧，但这边我看着它应该是等于是相当于是互相的就是依赖的这么一个关系，应该并不是说是一个就是主人跟仆从，应该不是这么一个很就是比较就是上下级的一个关系，但是 Monster 这样说是让我们去找一个蛋去给它孵化。这边让我想起了会不会是游戏一开始有三个蛋让你选，这个每你能孵出不同的东西呢，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剧情。才与海里一只阿里哼啪先卡起那是起诺哈鲁哥阿玛基姆哈一起呀喂是普伦诺哈
ネグスアイル。这样的这个这只猫，他说，等于他说是他在世界就是各地，他说是 navigate， 先生是这个词该怎么说呢？我只最常见应该是导航的意思吧，等于是他在全世界，先生是我觉得是周游世界吧，所以说他说是他周游了世界，然后他叫 navilo， 我不太清楚 low navilo， 不太清楚最后边的。他从 navigate 变成了 navido， 不太清楚有什么含义啊。总之是介绍了他的名字。センカキナスティ。Stables。这等于是我们在这应该是我们孵蛋的一个过程，说是我们需要去就是去 tap， 就是去点这个蛋，等于是根据我们等于是去点的这个部位的不同，应该是等于是我们的怪物呢也是会受到不同的属性奖励。还会获得蛋的碎片。这个有点没有搞懂，说是可以就是收集怪的碎片，是可以去就现在是可以去孵化新的怪物，不太清楚这个碎片怎么能，碎片应该是已经孵好的怪的一些就是剩下的东西吧，为什么是能获得新的怪物，那这个东西是等于是全世界应该是随机掉落的，或者说是在好像是联网是可以进行战斗是获得的一些东西。人是可以点或者是按 A， 我觉得我就按 A 吧，没有用吗？好像是，好吧，一个蓝跳跳，但这个蛋的颜色感觉就是跟这个怪的颜色是很像啊。刚才我是就是按 A 或者说是点我的触屏，我是按了点 A， 发现是没有属性加成，所以就开始点触屏。好像是应该是一个随机，或者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吧，我是不太清楚。我估计以后我就是随便点 A 了，因为这边我点的话可能会声音是比较响，我点的也是不是特别方便。可以重命名，我觉得就不命名了吧。我是不太清楚，我觉得暂时这个就不命名了，可能就是初期的一只怪蓝素龙，我觉得不是特别的。也应该不是特别强。
我们今天想法呢，就是假如说大家要是说想着让这个怪一些命什么名的话，是我觉得可以去留个言什么的，我觉得是可以去，我以后是可以进行参考。目前的这个第一只怪，我估计就不去命名了。但是这个怪是可以查看它的一些属性，是可以去进行跳跃，这是可以进行 intimidate， 是不是嘲讽？是恐吓那个字念，就是去下点，是可以是让敌人的攻击力是下降，持续三轮，算是一些特殊的效果。这个估计就不命名了。说是我们的这个石头，说是必须要在等于是去显示它正隐藏的真实力量之前，说是要先进行净化。我觉得这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东西，是稍微解释一下，也是需要在，我觉得说的充足一点，就可能在一个水帘洞里面去需要去净化。对，就是说我们这边的这个仪式应该是还没有完成，等于是在完成之前还需要去进行进化。这应该是就是我们的剧情的一个任务线啊。那这边应该是没有什么东西的，羊酷酷可以对话吗？为什么门口有只羊酷酷？这怪的动作还是真的是跟就是原作游戏中还是很像，当然刚才他那动作应该是就是应该是还没有看见猎人的时候，好像是在找人的一个动作吧。也是很有意思，很少很少说是等于是就是能见到这种就是没有非战斗状态下的这个怪吧。这看着是这是武器加工，这应该是啊，这是锻造的。不让买，这是商人。好像也是不让买，我估计现在可能还是处于游戏初期，就是比较靠前的一个阶段，所以说还是这些功能没有解锁啊。这是我们的家。像这个信差你是做什么的？这是我们的家，但是可以回复在床上睡觉呢，是可以回复 HP， 然后还可以回复心。进入这个心是做什么的？楚香呢？应该是我猜，可能是跟怪物猎人就是。现在是正传的一些东西应该是差不多吧，就是可以变换装备，变换包括发型跟外貌之类的东西，但是性别跟声音是没法变换的。
Navilo 他的服装应该也是可以在这个里边变啊，然后还可以看一些之前的那些动画什么的。我们看一下吧，这边就是变换外貌，发型，这个眼的颜色，然后还可以变换，就是发现这个游戏中的预设颜色感觉特别特别的鲜艳啊，这个感觉是有点，真是好亮好亮。好像是我们的 Navilo 是没有东西可以换，我们怎么出去呢？这边。这边应该是等于是我，哎，还有桃毛兽，这个只能对话吗？对话不了啊，对话不了，那就无所谓了。我猜这边等于是蛋吧，跟蛋对话应该是，就是我猜可能是会直接推进剧情，等于是去完成我们的这个仪式。我看一下这期时间也是差不多，我觉得在这儿是稍微的截下。下期呢也是我们真的是继续听剧情。我是不太清楚这个 demo 它是会有多长的时间啊，我估计还是我们是边打边说了，具体是之后会是什么样子我也是不太清楚。这期呢也是相当喜欢的，我们下期见。